妹平安，啊、uh,，父亲节快乐！我，<laughs> 弟兄姐妹平安，啊、uh,，父亲节快乐！ 我很久没有站在这个台上，所以有点不适应。但是爸爸今天请我分享，因为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我就分享一点点，希望可以鼓励在场的父母亲。我们知道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有一个很乖巧顺服的孩子吧？今天的经文就有这样教导我们。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比较是，嗯，父母亲跟 儿童中间有冲突啊，甚至有些孩子们不知道，你们自己的经历中可能也有不想要跟他们的父母亲分享啊，或者感觉没办法跟他们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。那在这今天的世界上，我觉得有更大的一个差距，因为是我们的网络，还有呢，孩子们在一个不同的社会，甚至一个不同的文化长大，那。 在不同的文化长大，说不定说不定是中国、台湾还是香港，不知道哪里的父母亲如何理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呢？因为我是在美国长大的，所以我今天可以分享一点点从一个 A、B、C 的角度来啊、嗯、来分享如何教养你的孩子们，应当他们应当走的路，如何教养他们应当。 侍奉还有爱主呢，觉得在今天，我我个人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长大中是蛮难的。首先，我觉得应该是父母亲，应该是要怎么教怎么做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来爱神、跟随神、呃、敬畏神，你也应该效仿给他们看。如果孩子他们学好啊。呃 敬畏神，他们也会学好尊重他们的父母亲，因为他们会理解这是神喜悦的，他们就会遵从神的话，这说的话。但是如果他们甚至都不认识、不相信神的话，也不相信神，他们怎么能顺服你呢？所以我在我父母亲看到很好的榜样，啊、呃，我爸爸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我生病的时候，呃，就是很久。 没办法真正的说话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他晨早之前五点钟就会起来做我一个姜汤给我喝，帮助我的喉咙。那我在他的身上，我就可以看到他对我的爱，就可以理解神的爱。我知道他做这些不只是因为他爱我，但是因为他爱神，从神出来的爱就是他给我看到的爱。然后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“Little pitchers have big ears”。 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听过？是，嗯，翻译就是说小，小小小水壶有大耳朵，孩子们可以观察，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看到你在做什么。嗯，在长大的过程，有时候我爸妈不想我们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，就会用台语讲话。当然。 有时候我专心的听，很安静坐在那边，我当然还是可以知道一点点他们在讲什么。但是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孩子们他们听到你对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说坏话，或者对他们很凶，嗯，不道歉，他们当然也会学这样，不要道歉，要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或者他们听到你在祷告，你为他们祷告，你对别人说的话是。 嗯，有带生命的话，他们当然会这样学习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因为我在我父母亲看到的榜样，嗯，是带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也是我想要效仿的。第二，我觉得要带他们一起做。我以前带领高中生，我听到他们说，爸妈妈会去教会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就是没有真正感觉活出来。 或者没有一起做，他们希望他们的父母亲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啊，或者他们有什么关于圣经的问题，他们觉得可不可以去问爸爸妈妈？还是只会被爸爸妈妈嗯教训或者骂，因为他们不懂。在我们家里面，嗯，我觉得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时候，就会问爸爸妈妈，然后知道他们也不会责怪我们不懂，就可以好好的讨论。圣经也有说，你要教管你的儿子。 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也必使你心里欢乐，所以也是需要交管孩子们。但是我觉得在交管当中，很重要的是有信任。就像我刚说的，我们很信任我们父母亲，所以我们会听从他们跟我们说的话。他们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安全的感觉。啊、uh,。 因为小呃孩子们，他们是你一面的镜子，所以在我们心中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在教管孩子的时候就会都出来。你里面嗯很着急什么，你里面有什么愤怒，有时候会倒出来，倒在你的孩子们身上。所以其实，在教训的时候，我觉得要自己看好自己的心。然后呢，最主要就是真的是给他们看到。 很爱神的父母亲，就会让他们自己也看到一个见证。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亲传给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对神的爱。从小时候到大，爸爸都会一直带我们去短轩，在那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人。但我们我们就会学习，不只是珍惜我们所有的，而是看到这个世界很大，对别的人更有爱心。 我看到我父母亲从小到大都会带很多人进来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家，煮饭给他们，欢迎他们，辅导他们。所以这让让我跟我两个妹妹都会同样这样做。我们以后有自己自己的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想开放我们的家，邀请很多人来，鼓励他们，爱他们。当然，父母亲我知道有很多难处，特别是现在要。 带领很多孩子来认识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很困难。但是就是要学，你不懂，你就要问。每次我跟小 Kevin 他们一起相处，我就会学到一个新的词。因为我现在带领小朋友，高中生或者小学生，我也不懂他们在说的一些什么，他们在做的一些什么。所以父母亲要一直学习，从孩子上身上可以学到很多，因为他们成长的这个世界是蛮特别，有很大的挑战。 所以他们需要愿意理解他们的父母亲，愿意听他们的父母亲，然后，然后，嗯，愿意跟他们沟通的父母亲。最后，我就是想要说，希望你们可以，嗯、呃，在这里的父母亲也可以被鼓励，知道神与你们同在，他赐给你们的孩子是给你们的祝福。就像我爸爸刚,刚说的，是你们的产业。那求神他赐福每一位坐在这里的爸爸妈妈，嗯、呃。 今天因为是父亲，特别是爸爸赐给你们你们所需要的智慧。你需要智慧，求神他就会给你。谢谢大家，父亲节快乐！谢谢。其实今天应该让呃葛洪来讲到哈，你们好像反应不是很热烈啊。